您接着走。摆盘用的花子草能吃吗？居然能注意到我，有品。我秋石湖是一种兰花，老家在热带。那你为啥在这儿？因为我想当主角啊。我天生貌美，花大艳丽。我在老家有眼见货太多，我只能当配角。长得好看还是兰花，让我来保你出人头地。我去。80年代秋石湖作为观赏花卉被引入中国，做主角靠脸更靠勤奋，温度适宜，四季开花，一次能开3个多月，每个花至少10几朵，老枝开败再出新芽，这下肯定这么便宜。秋石湖开花多还好养，有光有水就能活，贵不起来。我不能便宜龙套，我要当主角。有个好地方，保证你天天上台万众瞩目。我去，这下肯定。怎么是盘子的边角装饰？秋石湖无毒无味，好看便宜，特别适合摆盘。没毒就是能吃，不能吃啊！这种花是用来观赏的，不好吃，商家还可能重复利用，不卫生，所以不要吃它。记得点点小爱心。